都会发现我们的课本排得很整齐，有哈、哦，因为爸爸会上传 FB， 所以要排整齐。他们说老师有强迫症，排整齐一点。好，那我们要准备了哦。没有哭哭哦，哈、哦，好听的音乐要开始哦。好，准备。收了哦，好，想好了哦，好，准备了，好，第一下要。